还记得她吗？94年全面换发身份证的范本美女陈小玲，暌违13年又回来了。这回身份证再改版，内政部不排除再请陈小玲当范本，因为陈小玲可是正港的内政部员工。我本来就想当公务员，因为我们家都是公务员，随便叫而已啊，只是叫我陈小玲、陈小玲这样。声音温柔清晰，本名游淑菲，49岁，育有一子一女。84年进入内政部民政司当公务员，还曾拍过不少广告跟 MV。我的爱如潮水，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。张信哲成名曲《爱如潮水》MV 里的女主角就是游淑菲，本人低调害羞，两名孩子目前已经读高中大学，但岁月似乎并没在她脸上留下痕迹。那当然还是一样很漂亮，都没变质，都没变。那未来我们的新版身份证的照片的图例，究竟要不要继续沿用这张照片？好，我们目前还没有讨论到这个这么细的细节。当时误打误撞用游淑菲的照片，请电脑工程师依软体合成技术制造出虚拟美女陈小玲，没想到替身跟本人一样红，国民楷模的美魔女形象早就深植国民心中。记者黄明君、顾尚君台北报道。